你生活不就这样单就单调，除了打牌。每天晚上也去玩。去哪里玩？去啊，要去逛逛，喝喝啤酒，逛逛街。所以至于他们年轻人的想法，你他们就是玩了，就是。我们就是刚出来一个月，就要挣多少钱？你好，是这边唯一的一个女的。独一无二的对吧？你是谁？你他女朋友啊？他朋友。不是他女朋友啊？二十二岁啊，够小了吧？这么可怜出来打工，闲车摇篮木有心，在哪？换了地儿。干嘛滚？啊？好么骚？那不是你的。我来一万呀我。你搞到什么？你搞到什么的啊？哎，不搞他也不操个多心，别个王你蒙到哪里大心？莫谢谢哈。来，这个。我不是我们以前我一个人做饭吗？现在人太多了吗？30多个人吗？就叫他帮忙，帮我一起做，就下午他做一下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那个中午就他在里面做吗？下午我就在家里切菜啊，他就回来做啊。刚才那个是我哥哥呀，那是你哥哥了。啊，要不然他哪敢吼我呀，对吧？被他女朋友甩了，他女朋友说他没钱，在这里干活，他每天还要去那工地上班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看他刚换下来的衣服吗？这里啊，这个黑黑的，还有帽子也在上面啊。他说，又没钱吗？工资又脏吗？不愿意跟他就走了呀。